this day. You know, we're trying to get people out, get the kids out to play sports, not just basketball.今天我第一次看见科比，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兴奋。嗯，真的，但是很遗憾没有抢到篮球，但是能看见一眼已经很满足了。嗯，以后希望可以科比经常来我们中国，可以经常见面，然后多见几次，然后希望科比的伤可以早日康复，然后争取拿到梦想的第六冠，然后家人就看那个美女啊，看美女，我数一二三吧。可能因为今天离得特别近，所以特别的激动。虽然说没有抢到签名有点遗憾，但是我觉得，但是不会影响我们喜欢他这么多年了。从2000年到现在，我觉得能够这样看着他打球就很好。拍你，拍小